在你南台湾的民众，你下一步的感有发现，屏东市的街头巷，却有一个客家披萨的看板。一年菜是高素香一件传统的特色料理，主厨就用萝卜丝、裹面粉，还有通粉的酱料，再个用油煎做萝卜板。从亚冬天的口味呢，在高素冬天已经卖了36年了。企业方下的是客家披萨，上世纪世界两姊妹提煎的是萝卜板。安尼的东西，可以替屏东市的脑壳过桥路上的政策的严格注意。应该清朝人士过来，好，我想讲，阿无同来，拿来屏东市卖看下先。我想讲，应该效果冇冇唔会烂。吃起来很香啊，哎呀，我一直想要继续吃。它外面很脆，然后搭配它的萝卜丝，吃起来很棒。在屏东街路巷过后卖的萝卜饭，提前卖的是提果蔬两姊妹露台的传统。做饭是炖萝卜的蔬菜，搁用加味虾米、鸡卵的面团去饭，搁煎做炒黄的萝卜饭，也都是提果蔬传来上吞人的好食料理。我妈妈还是是讲，阿哩阿婆煎过的，阿刚刚好吃，阿婆都教妈妈阿哩祖传秘方啊。去做煎炸的动作，所以吃起来很爽口，很脆。萝卜饭是宋州南埔客家富人家改调味做为点心，两姊妹同两友们的家婆用创意加牙香，只加人油的料的，没想到蛮易舒服呀。人家孙呢都用客家披萨的名呢，同后面是传啊爱脏去。客家新闻陈文林，屏东报道。